里边你们有谁觉得自己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能力，能够像主力队一样用3天就把它完成？3天的话，对我自己来说，可能我的心态会有一点不太好，可能就没有5天的状态松弛。没有犹豫，一点犹豫都没有，我就直接选择了5天。我觉得5天时间真的不够，如果有7天就更好了。首先我要讲清楚3天啊，3天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啊。如果现在举手人3天之内你们没有完成的话，一样没有资格参加，而且只要输了就是回板凳队。确定要3天去挑战的话，那你就等于失去了这5天的这个机会。其实自己内心是特别想去的，但是要是3天半做不好怎么办？如果做不好连台都不能上，我想想，我要是连台都不能上也太惨了。自己再好好想一想，最终的目标还是要参加 MV 的拍摄。不后悔？不后悔。不后悔。 OK， 请出列。好，所有的队员跟我和涛教练走。拜拜，加油！那接着来，给你一次机会，那你就从你开始。我吓死我了！因为你们是主力队，所以你们这一次会有3天的时间。如果考核没有通过，你们将无法参加主题曲 MV 的拍摄。所以我问你们，你们觉得3天你们能行吗？能。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们，不要觉得你们自己真的能行。现在看好了啊，有多少人想取代你们的位置？进来。哇，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后面的人都来了，是不是顿时觉得这个教室变得很拥挤？是的，是的。现在还有一个机会，只要你认为能在1天之内完成主题曲成团考核的话，你就有可能成为中心位的候选人之一。所以你们有信心的话，举手。通过不了会怎么样？如果1天之内你没有，就再见，就是你们连 MV 都拍不了了，直接回到板凳队。想好吧，就1天，好吧，24小时。去了3天以后，本来信心满满的，突然跟我说有1天的选项，那个奖励太诱惑了。其实我真的很想站最中间的位置。那就去啊，搞他呀！我唱跳能行，但我怕我背不到歌词。很纠结的原因就是因为1天的位置才能去选中心位，如果失败就要调到板凳队。给你24小时，你就在这儿，我不相信念不出来吧。我只是在想，他们都敢挑战了，他们面临的危险是掉下去，但是对我们来说没有底下再可以掉了，3天已经，所以也不是不可以。我已经做好把自己累死的打算了。加油，公子，可以的。因为江江不是在1天的房间嘛，然后当时教练还说有谁想去1天的，我的队友几乎都举了手，我当时就说我也要举手，我说大家要去一起去。我跟你们一起呗。你放下两边行吗？然后后来我手举到一半，然后露露就把我摁下来，她说你得了吧，你算了。不知道从哪儿莫名来的自信，我觉得可能是跟我的队友在一起久了，对我自我的定位有点偏差。最后再问一次，有没有想挑战1天？出列，出列，好，出列，加油！厉害，我只能说真的挺厉害的。所以我问你们个问题，比如说，如果你们没有完成，淘汰了，连 MV 的镜头都没有拍不成的话，你们会怎么样？努力了以后，但是还是没有选上，那种感觉和我连去争取都没争取，那个更难受。我真的不相信我24小时。
好的，你们跟着我走。加油！上去，上去！我觉得肯定能行的。还是就是觉得说，五天太长，一天太短。教练好。哎，好了。不是，怎么这么多人啊？就是一群人拉进来之后，每个人都贼有自信的走进来。哎呦，拜托吧，这不会吧？不会这么残忍吧？我还想说，哎呦，又要搞什么事情啊？完了，来杀我们来了！很紧张，而且当时我还看到，在首秀的时候被我 battle 下来的妹妹也进来了，我就想到，哦，来复仇了。他们是来挑战你们的。这次的主题曲你们将会只有一天的时间练习。One day. 我们最后的舞台中间的七个位置将从一天考试通过的人当中优中选优。你们还有选择，板凳队也是想要挑战，所以上升到了主力队，再想挑战来到了这儿，所以你们也有机会。主力队的话是三天，板凳队是五天，你们可以自己选择。但是我想重申的概念就是，不是说要硬刚啊，要量力而行。这样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你们好好选择。肯定要试一下嘛，试一下的话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如果试一下的话，但是是不是他是不是应该有点自我认知？我真的唱歌对我来说虽然有点超纲 rap 还是唱歌，但是我真的人生不挑战怎么知道有没有什么奇迹发生呢？但是你不挑战的话你就知道你肯定不行。想做就做嘛，这失败就失败，那没办法，这超乐观，乐观的小太阳。你们考虑的怎么样？选三天。三天。三天的，所以你们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了这样。